啊，每天看你在那边照镜子滑手机，总不花点时间去公司充自己啊。哦哟，你不要那么大惊小怪好不好？而且女生照镜子反正就是天性啊，而且我很认真的在经营我的粉丝专业。你看，这是我刚刚拍的照片，好看吧？算了，桌上有份资料，看一下。哈，你看，这不就有工作找上门了吗？让我来看一看。不是吧？你是不是拿错剧本啦、啊？这种角色是我来演吗？挑，你还挑？我才不是这种角色嘞。有觉得破案不错了，挑什么挑啊？不是啊，我们家那么有钱，而且又投资给剧组那么多钱，我要个低女主角很困难吗？拜托，搞点状况好吗？你现在只有新人哎，这圈子有钱那么多，差你一个吗？拜托，认清一下现实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是金牌经纪人，但那又怎样？还不是我们家花了一大笔钱请你来当我经纪人。就不信，以我这种姿态，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。更何况我有是钱，我就不相信钱不能解决一切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想跟你讲那么多。时间不早了，整理一下，我们去吃饭。哇，自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啊！那么招摇，新人就有新人的样子，好吗 ？Hello， 现在正准备要去吃饭呢。还好吗？等下有空，我愿意跟你吃个饭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